金钏，你撑着点。金钏，我该怎么办？金钏，你不要哭，现在不能哭，我要照顾金钏。好了。对，先生火。有些零食，快吃，吃了东西才能好起来。会不会渴啊？好痛，好饿。这个要留给金钏吃，睡着了就不会难受了。快点醒过来，不然我要哭给谁看啊？金钏，金钏，我没事。我没事，那就好。金钏，放心，我不会扔下你的。
清楚，半辈子不明不白的就这样死了，我不甘心。我睡一会儿，明天再带你出去，我们要一起活下去。骗人是小狗，亲，要是我看见了掉牙该多好，就不会让你跟我一起受这个罪。没关系，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。以前遇到生死相关的事情，这只左眼都能提前看见，为什么这次没有看见？我想要看见，我想找到你了，不许过来！那幸好没有扎进内腑，竟然薄命至此，连封印都险些被破开。树玄姑娘，其伤势十分严重，可否让她回天晴之海休养？师父，贤情怎么样了？你不总说他祸害活千年吗？师父，他没有大碍。夜深了，你先休息吧，我去找那两个年轻人。我也一起去。玄，金钊呢？还没死。啊，太好了。硕玄，这里是哪里啊？那些水泡是什么？想见月金钊就跟我来。
好好记住这里的风景，说不定有一天就再也看不见了。带我去找金昭啊。除了那个家伙，你眼里还有什么？为什么生气？永远顶着一张白痴脸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看着就生气。硕玄，林渊怎么还不回来？要不我就可以不用管他了。这边